重庆和武汉，一样热的夏天，一样慢的节奏，一样辣的食物，我和你，一样的星座，一样的较真，一样的敏感。你会因为网友的留言而生气，不要在意。你没有时间说他，还不如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你说因为喜欢的生活放弃了一份工作，我会因为喜欢的你放弃我的家乡，把事业搬去你的城市。我希望每年都和你牵手远行，走遍世界的角角落落，用相机记录你的点点滴滴。你说过，从前车马马信件都很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于是我的理想是去一座城，爱一个人，慢慢生活，终此一生。刘涛林小姐，你呢？